一般能够放起码单人床，还有位置走路，还可以放书桌的一个房间，OK 的宽度和长度，你就要立太极了。Brandon，你的问的是这个空间要多大才要立小太极哦？这样子比喻吧，一般能够放起码单人床，还有位置走路，还可以放书桌的一个房间，OK 的宽度和长度，你就要立太极了。一般的那个，比如说我们高楼有没有？这个 condo 等等，有些厕所就比较小，对不对哦？像这种 size 或者是 storeroom 就不用，OK 就不用哦。所以刚才给你一个稍微的一个 guideline，OK，只要手伸直，然后呢就是差不多这个宽度，你也不用去担心那个太极了，也就不用没有必要了哦。